这个蜕腿最少有3米多，今年就银环蛇了啊。来的时候这里晴空万里，而且是最高的水位，我们把钓点引布好在哪里，然后窝料打了，第二天就急剧的蜕腿，蜕个3-4米怎么钓啊，没法钓了。哎，这什么鬼天气，昨天还艳阳高照的，今天又下雨了。宇哥，给你个建议啊，你看这天气，昨天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今天你一钓鱼就下雨。我觉得你应该选一些那些干旱的地方，你去那边应该会造福人民。你来这么早，舆情怎么样？早早的6点多就来了，你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。昨天的水位在这里，看见没有，都快要淹没钓台这里了，现在退了1米多的水，然后下面这个障碍物太多了，你看这些全部是钓上来的。哎，我这9米的杆子我就把它准备好了，哎呀没办法，下面的草还是比较多，障碍物还是比较多，这退水了怎么搞，没口啊。到了中午雨也停了，太阳又出来了，这个天气你说怪不怪。然后来的时候这水位在这里，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退水，这是3米的草网，看一下，看看看看下面，哎，现在挨不着水面，你看没有，这个蜕腿最少有3米多了。今年小银环蛇了，哈哈，近距离的拍摄，哎呀，越钓越注意啊。今天我们还是决定撤了，潘经理，不入，坐，这起了。